把这一壶都喝完，喝。万岁爷，这酒里的确有东西。主子，主子，可不是毒药，是一种损毁容颜的烈性药。 烈性药，好，先处理他，拖出去杖责30，打入染脂房。是，万岁爷，赶紧的，万岁爷，桐爷，不银楼，朕从未对任何人动过情，唯独是你。 辗转反侧，爱而不得，从来你要什么朕都是一一的捧到你面前。你的任性，你的不懂事，朕一再的容忍。就连你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，朕也从未责怪过你半分。那你呢？你呢？你是怎么对朕的？竟然自毁容颜，为那个男人守贞，你把朕当什么？把朕当什么？ 万岁爷，万岁爷，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万岁爷，不要让我恨你！万岁爷，这怎么了？一楼，请万岁爷降罪。滚！都滚出去！滚！都滚！你。 你为了避丑，竟然逼朕降罪。好，传朕口谕，昭告天下：步银楼是秦有功，深得朕心，册为端妃。万岁爷，您带娘娘入宫，朝野上下已经非议不断了。若是过了明面，朕就是要让全天下人知道，你步银楼是朕的女人，这辈子都属于朕。 小朵，你在哪里？